这好玩吗？没有试过哎，试试看好吧。直接给他这样子，哎呦，这样子，好了，好了。哇哩嘞，那夜叉是辅助，你们知道吗？那夜叉他是强杀的，完蛋了，我要死了。他会杀死我，他一定会助我。我跟你讲，他会直接一等冲进来助我。我已经知道对面的套路了，风塔流来了，对啊，对面很聪明哎。那夜叉辅助你没有看过吗？我之前被这样子搞过，超扯，超难打，超强，超炫炮。打双人，双人，双人，一直打不出来，我的国文出了什么问题？蹦蹦蹦，这。对，你要确定哦。对，蹦蹦，差一点。颜面射击，还敢吃冰啊？要不然你毙了，我跟你讲。Nope。夜叉冲着我来的，肯定的啊，他那个带风塔的，哦呦，要求贵哦，好险，我方选一个提米，哎，我闻到了，中午要打一波，你闻到了吗？我闻到了，哦，超痛，剧痛瑞斯，直接下去，砰，1500，啊，白痴哦。被卡住了，不要啦！确定你抢得赢我？不可能！咦？滚！巨炮射击！Easy peasy。简单，简单。还有个凝霜啊！哇！你可是头破血流啊！哇哩咧了！哇，超痛！我超痛哎、欸，你有看到吗？夜叉意图很明显，没错，我能感受到。现在这个暴击真的要求贵了。哈哈哈！我跟你讲啦，对面想要那个啦，拉威尔射之后，然后夜叉直接进来关了，他的打法应该是这样。哼，哼，好夸张哦！他们被我们压着打。他死了，看到没？水，完蛋，不是。等一下，队友来。
不行，哇，他死了，救不了他。So sorry， 我只能跟你说声抱歉，我救不了你。要、哦，超痛，我剧痛瑞斯。哈哈，哦哦，哦哟，好险，好险，他没空。他如果空的话，人死了。我就是随便打一下，对面直接残血。现在太肥了，好扯啊！嗯，爆一下2900，这对面知道怎么玩呢、啊？哦，3000，6分钟爆一次3000，好扯哦，好扯哦，好扯哦，绿绿超人，嗯，哇哩嘞了，真的哇哩嘞了，谢谢大便，谢谢，我爱吃大便，我能够。哭啊，吸不起来，讨厌！我视野光开起来，吸不起来。哎呀！